第一款苹果叉，目前在小杨家只要899就能入手一台，它是苹果最畅销的机型之一，也是唯一一款全面屏加单层主板的苹果手机，所以在散热和日常体验方面会比同时期的旗舰好，而且配备了面容 ID。 后置虽然说1200万像素单摄，但成片有一种 CCD 的质感，也是很多小姐姐喜欢它的真正原因。处理器方面 A12 性能依旧能吊打这个价位档的所有安卓，日常使用打个游戏刷个视频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么现在到2024年了，你又是否会考虑它呢？